我们中二选区的补选，我们最强的候选人就是林静怡医师。那刚才刚已经跟大家拜票过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给静怡最大的温暖、最大的鼓励，让她能够取得这一次选举的胜利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你们好像对选举比较有兴趣，但选举跟公投一样的重要，公投是为了国家未来的路线，选举是要选出好的人才来为我们执行各种的政务，还有来执行我们很多国家的任务。所以在中二选区，我觉得在这个当下，我想你们都跟我一样的想法，最好的候选人就是林静怡医师了。而且林静怡如果当选中二选区的立委，我相信中二选区的生育率一定会高，大大的提高。静怡的老师林茂盛医师也在这里嘛，那台中的生育率就靠你们两位了。